现在我们先看这个费洛蒙啊，性费洛蒙，时常分泌的，对不对？可以优秀的成果。如果我现在有员工，可以大量产生各种什么雌性的费洛蒙，雄虫全部都会集中在这个上，特别上面，所以核子能关在这里。现在在田野里面如果没有雄虫，雌虫都没有办法跟你交配，就没有办法产生他们后代啊，这种方式。用这种方式让害虫减少，啊，或者在这田间呢维持高浓度性的干扰它的雌性正常交流，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影响到生殖。那另外还有 repellent 就是取像你们用蚊香这种比金葱取，啊，电蚊香，它们叫做驱避剂啊，或者就是它不喜欢这味道，它离开啊，除菊剂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啊。这个昆虫就不办，没办法，它就不过来。好，这是一个啊，我们通常用啊，就是吸引说雄虫在这里，在这里啊，吸引在这里诱起。好了，费洛蒙是动物分泌到体外的化学物质，你在体内分泌出来，然后呢，经过血管跑到很远的一个器官啊，影响它，那个叫荷尔蒙，就体内。可是呢，你放出来。然后呢，在很远的一个雌性的跟吸管的性费洛蒙，因为不只是只有性的费洛蒙，费洛蒙种类也蛮多的。比如说追踪费洛蒙，蚂蚁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切叶？你就看到哦，大草原上怎么有一排的蚂蚁，每一次都排了一叶子一片嘛，一只蚂蚁这么大的话，叶子这么大，排就在这，哎，一片。看到一排一排那个叶子嘛，他们往那边走，而且他们就走一条线，这么大的草原，他就知道那个方向，他的羽毛在哪，那个周围还有的嘛，很厉害，他跟紧，他放出来就是最终费洛蒙，看看吹死，让他两个触角哒哒哒哒哒哒知道这个气味了，啊，这个是蚂蚁腹部放出来的费洛蒙，其他的蚂蚁呢就给它触角上面。那个可以知道啊，那鼻子啊，鼻子在触角上，然后运送这些食物给你，啊，追踪的，不是核的，对吧？费洛，还有请借的这个武器，蜜蜂的啊，啊，它虽然离开了你，对不对？在你皮肤上留下来，拍蛇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针，工蜂啊，他们小蜜蜂的工蜂啊。折刺一次，因为倒钩，它有大，它刺上有大的钩，刺了它的打不起来，哇，腹部就掉，对吧？它肠子都被拖出去，啊，就是内脏，它就会死掉。可是它留在你身上的那次汗，费洛蒙会引起其他的蜜蜂群的继续攻击，啊，这个呢就掌握清楚，是直接的嘛，啊，它保护它的蜂巢，很多很有生殖季节当然是。所以我们利用这种方式去灭绝一些昆虫，啊，包括啊，这里是鱼梁三星，这个其实我们都讲三星虫，其实叫星虫，可是呢，青虫呢长在三星乡，鱼梁县三星乡，所以叫三星虫，啊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它是五星级的三星级，啊，鱼梁有一个地名叫三星乡，啊。好，这边青葱我们用啊，细的来引诱杀甜菜叶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幼虫啊。幼虫呢是造成那个葱死亡的原因，疾病的原因。可是呢，幼虫都是由它去产生在那个葱上，但是呢，你如果用细的，结果就其实它的这个杀在三星啊，用的方式很多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就是细胞，再加上其他的，啊，就是细胞，还有其他的方式哈，包括从一些病毒，用病毒去伤它，啊，好多这种方式。啊，第二个，这也是成功的例子，在台中。你们要下课吗？不要的话，我们就接下去了哈。接下去的话，我们会请陈姐下课，好不好？好，台中。太平乡种了很多果树，啊，柑橘园，整个园里面呢用什么方式呢？啊，费洛蒙，
啊，那柑橘的一个这个斜纹六点，就是那个很斜纹的，有点斜的啊，不是直的，就是横的，就斜纹叶纹啊，那个配右上。那、啊、当然呢，去害这些果树的呢，大部分都是害幼虫，但是呢，都是靠成虫去产卵，然后在幼虫长出来，自然可以吃掉。所以你们在用这个细飞蛾的方式去诱杀这些雄虫，这个大部分是诱杀雄虫啊，这是记录的，啊，这个盒子啊，好啦，你就看到在野外的样子啊。通常呢，这个雄的雄性的昆虫要飞来就会死掉啊，被你们诱杀。好，动物秘密。植物有这么多种，动物也有很多种。刚刚有人讲的是根格热啦、禽流感啦、啊，这只不过是跟人相关，根格热也不传染啊，接着传染的最近比较关注。它一面有很多像鸡瘟啊、什么牛、羊这些，里面有很多工程病、什么病很多啊，鸡有白冠病啊，一个那个鸡的那个冠哈，不是红色的啊，所以它的。还有白血球的那个 leukocyte 症是住在鸡的血球里面的一种虫，对，很可怕，很多啊，牛把黑死了，就是焦灼，让牛的牛群死光，啊，还有很多传染病、疫病，都是呢，你密集的时候互相感染，一样啊，互相感染。好，所以你要去防治的时候，第一个当然注意卫生环境，对不对啊？常常冲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自动化，自动化就上面是洒水的下来，像牛，还有那个自动化甚至到什么，让牛出去哈，走过那个路哈，就是栏杆，对不对？它走的时候，它自己那个栏杆就后面的一个顶它前面，前面一个往前走，它就是。走，逼着他走这一排，所以有一个门打开，然后赶出来，然后他说都只能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就前面的就走，然后就下去是什么？那都下到药槽、药水，好，那个里面他就从那边再走出来，知道吗？后面的留在前面一个这样走过去上面再有一个想冲的啊，有什么的，就让他经过这个啊，一个门啊，上面有水。像洗厕所，就是回到他的那个，就全部都自动化，啊，好，你如果想着现在啊养这些东西，你让它，保持清洁卫生，啊，传染病会减少。鸡的话呢，也是要养鸡场嘛，它换这些他们的那个，还有这个抽的哈，就上面是笼子架在鸡的上面，那个分别那些纸屑掉下来，那下面这些呢就是自动的一喷，然后水就斜坡冲下去，把它那个纸屑进去，所以让它保持清洁，不容易有吸引一些像昆虫去抢什么病，什么菌虫啊、长蝇啊跑来把这个粪便粘合起来，给它的饲料上面。是不是它就有病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保持卫生很重要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常常用化学药物消灭它害虫。我刚刚讲的，比如说它体外的寄生虫，它经过这个底下上去的时候，体外的寄生虫被药水杀死，对不对？那它有的药水蛮毒的，所以它就经过那个去洗掉，虫死了，然后呢冲掉它，懂意思吗？虫死了它不会吸血，不会咬在那个。人身上，然后血液中毒掉，啊，这是体外的寄生虫。好，还有驱虫药常常要用，这些都是化学药。然后呢，防止传染病。还有呢，另外一个就是防治啊，防是预防，治是治疗。那身上有体外的寄生虫可以治好，你要预防它有一些什么，体内有一些疾病传染，所以打预防针。气也打预防针，那不是有，所以我们看那个养鸡场打的时候，以前是针用这个针的针在打，现在要
是那个喷的，你知道吗？隔着皮肤就抢进去了。那个注射枪你们看过？你们有没有打过？有，有打过，用我们是用针打进去的，这样注射枪，啊，针都有，都是用针打。那有没有人知道有用注射枪的？就是不会痛啊，那就直接压进到皮肤里面。好，现在这个养鸡场啊，小鸡哈，服了多少天以后就会有鸡瘟，他们这样。这个是鸡瘟，丢过去，很快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一枪一枪，每一次一这样扣下扳机哈，就一定的剂量把它用起，都养好了，然后一定的那个成分，就一支一支就这样，照过来推下去，照过来推下去的时候就打打打，啊，然后呢那些都是球虫病，什么这个食道的鸡的最常见的。它住了很多种不同的啊，这个球虫是最重要的这个基础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种预防的方法，其实打的预防针不是针，通常是用这个注射枪，注射枪就是很容易，它拿着上面一大瓶一个都混好的，一挤就是几个几 cc 哈，一 cc 哈，就是固定啊不长。跟皮肤进到他的身体，很厉害啊！好，这是不同的方式，或者用抗生素，抗生素也是哈，常常加在饲料，鸡也好，猪也好，有人吃鸡哈，吃鸡蛋或者吃鸡，就把蛋黄拿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哈，他是养鸡场的顾问。是我的好朋友，而是以前也有那个科技公司在找我去做，要不要当顾问？啊，如果他会给你薪水啊，但是呢，如果养鸡场出了问题，一死就去，就是赔得很惨，知道吗？啊，全部血本无归的那种方式的时候，所以很重视这些预防注射，或者是加这个抗生素在它饲料里面，所以黄氨剂啊什么的都在它鸡蛋的蛋黄里面测出来，所以它每次你看先把它吃的话，把蛋黄给它吃啊，它自己在那里养鸡场，所以你看看啊，我们都无所谓啊，因为假如是送到这些大卖场啊什么的，有这些酒茶，但是如果这些酒茶的人、收银人员啊什么的人啊，这些人啊没有竞争的时候，我以前在讲这个故事啊，我大三的时候，就常常，其实我那时候做这个，我们是做很多的实验做研究。大三呢，那一年呢，我就做了很多跟他们深度调查的人到澎湖去，我还特别有一趟跑到这边高雄啊，在高雄住在有一个叫做林园屠宰场，那全台湾有两家，一家在桃园，一家在高雄县啊，从这个走一号路、省一号路，就是现在民主路往台南去路的右边有一家屠宰场啊，然后呢。大学的时候呢，新开，我就来了，住在那三天，做什么呢？晚上来，然后我先坐这个火车到高雄，然后坐那时候叫做公路局的车子到这个往台南的路上，坐到那里面下车，我们住进去。第一天下午，果然，大家差不多4点多的时候。就看到一车一车，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啊，在大学上，然后就一车一车猪运过来，都是从屏东县啊，从什么台南县，从高雄啊，这些南部的所有的，有两个吧，我说台北的那的部分南部，就运到这一个屠宰场来。那些各地养的猪，当然养的都没有什么叫做管理 control 哦，
所以呢，住在屠宰场里面都有兽的阴影，知道吗？去检查这些东西，其实是蛮关键的。那一样哦，4、5点开始一车一车运来，你可以看到有流氓，有什么？这一些是我标的，这些是什么哈？那就是有那个很危险的哈。然后这些猪啊下来的从车上被赶下来的时候，也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栏杆一样哈，就是让猪从上面赶下来的时候，它就咔上面的人往下冲的啊，就走成一条一条一条一只一只往前顶啊，后面的多尽量少，都会顶到这个路里面，它的栏杆的后面的路，它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对吧？哦，那个外面那个棚子哈，它还走蛮久的，等到他说晚上6:30以后，女工啊什么这些都来上班。那时候就跑来了，上班，然后我们反正就一直听到轰轰轰那个一大堆猪叫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就去看，那些猪从外面的棚子就走到这个屠宰场的建筑物里面，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小门，猪进来就饮水，这边站一个人，这边站一个人，两个人干什么？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电击，撕了，对不对？灯用点珠一下，珠啪就打下去。他当然是穿着那个隔绝的那个衣服哈，那个橡胶鞋啊什么都是。然后呢，珠打下去，他就把两个人呢，把那个后腿提起来一挂，挂在什么上面？有个轨道，轨道上面有钩子，钩子会走路，会从轨道上走。所以一个脚挂一个，然后这个珠就被倒挂。珠没有死哎，被电一下电昏了耶。倒挂过去的人就。走这个轨道上去，上面就有人干嘛？放血，不放血他就死，放血就从心脏一刺啊，然后那个猪呢，血就一路走这个轨道过去，猪这两条中间啊，沟中间，猪这样过去的时候，血咕噜咕噜咕噜，通通被集中到一个沟里面，到一个大汽油桶里面运出去的这种做猪血糕啊，好，好可怕哦。我通通是，那你们讲君子有好处，对不对？我通通，我去亲眼看到，都很接近的看到这样过去以后都吃啊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东西我看，哇，是这样来的哈、那那个血都是没有检查，因为做猪血糕还会煮，血没有检查肉呢，肝脏呢是不会检查，所以经过去，后来我知道血里面有何病，所以我要检查。这个经过的时候呢，上去哈，那个。经过水热水烫过，就是那个毛哈，然后上去就站了两排的人，每一个人呢，他这个猪慢慢的上来，一个猪蹄哈，已经放过血了，就不会死，知道吗？他们本来是电昏的，然后来放过血了，他就上来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一路这样只刮他的这一块，他就这边这台就刮这对面一个人刮这边两个人嘛，一个站这边，一个站那边，那个猪一直上去，然后就整个蜘蛛的毛就刮掉了，经过热水。毛就很容易刮掉，好，到上面去了，就破开了，然后呢，把猪蹄打开，把内脏拿出来，内脏呢，就经过那个台子，好多的洗手台，不是洗手台，就一排的，全部都是一个一个水龙头，每一个上面站，前面站一个女工，然后呢，每个就吩咐，内脏，然后他把那个从上面的，比如说池塘里面灌水，然后就冲出来。从一个肠子冲出来，寄生虫啊，我在地上爬，对不对？我在那边就在捡啊，你说啊，哇，地上吸虫就吸在那里，还拿镊子把它捏起来，刚刚把我瓶子里面采集，这叫什么？线虫啊，像好多那个好多蛔虫啊，我就盖满地都是虫。以前的啦，现在大概养猪业都是，不是一家一家每天在养。我们去猪舍的时候是看到人跟猪都住在那个养猪的猪圈，现在就是什么分开的了，养猪就是养猪了，没有人去住那个了。有猎狗可能会住，有狗可能会帮他们。就是这些，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兽医，对，这一副是几号的？就那个猪的。这一幅是几号？是哪个猪的？哪里来的？它的来源都知道。他去拿一个刀子，
就是太阳。肝脏里面哦，有中华跟气场。那、啊、这里面有什么啊？他这边检查，然后他就会讲这个不能卖，这个怎样就烧掉。哦，那个流氓一定会冲过来哦。哦，这是我标下来的哦。你怎么可以说我那就那个来源哦？你是屏东那个吗？他潮州，我怎么好从哪来的？哇，拿这样去追踪，是不是啊？好玩啊！好啦，讲故事讲到这边啊，好，我们知道哈、啊，每一家都会放一些东西去让他的猪啊什么不看哈，饲料什么不要看东西，让他的猪生长得比较快，让他抑制这些寄生虫，抑制这些细菌，放药。所以呢，你没有虫了，但是呢却有药，所以这个药物残留在你吃的东西里面。你知道啊，这不是兽医检查的出来的啊，所以现在又有什么，就是那个检验局药物、啊、这个里面用什么药，这个肉里面有什么，要去检查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讲从过去传统到现在的过程，屠宰场电动屠宰场他会写，今天晚上就到第二天早上哈、啊，差不多三四点了、啊，这些女工都下班了，然后猪呢，他们都上车了，送到各地了，温体猪肉啊什么的，送到台北啊什么去卖，懂吗？啊，有的是那个高速公路，没有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，那在公路上面走好久，车子上一些在这个市场啊，都是传统的，要放几个猪，那边要审定的什么，还要去送，所以都在早上就开始。就前一天晚上三点，我还去传统真正的传统屠宰的地方呢。那天晚上还特别跑到凤山去看他们的屠宰场，那才可怕的哦。我那个牛啊，被切的打的鼻子嘛，那个鼻环那个牛以前那个光鼻嘛，然后跳，头脖子压在那个上面绑着，然后他牛都不能，头都不能低下来，一直拉着，然后拉着紧紧的，跳上去是不是拉着我后面？趴下去，那灌水了，哦，灌到那个肉会皱一些，哦，灌到那个牛一边在尿一边，哦，这样才拿出来才杀，哦，那杀的时候有线电，用敲的，好可怕，当年的，哦，他把那牛的两个脚中间绑一根木头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就是固定的，然后放在那条那个拿出来，你是等师傅出来了，当一枪，真打进去就靠一下打下去，我还看到我的牛呢。从里面破开来就想，那卖的人都不知道那有怀孕、嗯、哇，真是啊！你外头看到很多，你们现在呢也是大学生啊、嗯，可能没有什么机会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像我常常跑出去去看这些东西。那我比我的同学呢，可能机会多了很多。当然、嗯，好，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在这些养殖场里面加了。很多的药物啊，抗生素是其中最多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？